How can you get you? I just paid. 然后就可以走了。Yeah. I'm not kidding. 我在看有没有其他的。Oh, okay. 还是你只想要那个？It's fine. 是你要吃还是我要吃 ？Up to you. 其实也不用。什么叫 up to me？ 你还是看一下价钱。我说你有要吃，你肚子饿，你要买东西，不是我要买东西呀、啊。啊，我只是顺便我说100块刚好啊。如果你没有要吃，那我们就去买你要啦、啊。你写公虾米？你脑袋抽筋哦、啊！What？ 真的脑袋抽筋。我想要去拿实体的。